袂记恁妈当作是安怎讲我，讲我一世人欠噶，无适合啦。就算你对伊有怨恨，伊拢已经过身啊，你个当作伊才拢过去啊嘛，所以我希望你会当收你这个柜台。我安尼啦，当作是你来讲嘛。什么是你讲的？我敢袂欠你这个生理哦？咱只是无闲走，会到时安尼。所以，敢袂当请你收你这个柜台？你确定这是你妈的心吗？ 人都已经走啊，就算收你好，伊嘛用袂着啊。你嘛知影伫个阮家，迄个柜台就是阮妈的宝座。伊定坐伫遐招呼人客，坐伫遐听阮写的歌。我听阿公讲，阮妈讲过一句话。 等我死啊，才叫本庆来受理。啊，若无，伊无啥物听我讲话。歹势，我无法度受理。你讲着计较过去的代志是？你袂记恁妈当初是安怎讲我？讲我一世人捡噶，无适合啦。就算你对伊有怨恨，伊拢已经过身啊，你当作伊才拢过去啊嘛？ 我怨恨你，你规矩讲哦，是我咧怨恨你。好啊，你怨恨我，我知你手艺真好，我是做新闻的，我听过你的名声，所以我希望你会当收你这个柜台。你为我为着过去代志向你解释的，我无问题啊。你心内感到无爽快，袂欢喜，袂得过，我安尼啦，当作是你来讲嘛。你这么是咧讲啥？ 我敢袂欠你这个生理哦！无你讲啊，你要开什么条件啊？就算是缘分过双人杯，拢袂要紧啊，讲较济是卖用的。我看你是咧台北大惯势啊，台语听无啊？我都已经甲你讲，我无法度受理啊！你即马咧甲我讲钱，你甲我当做啥？你甲目光当做啥？我甲你讲，我连政务官员我都敢拒绝啦！你即马咧甲我讲钱？ 我阁讲一遍，不管你出偌侪钱，我都做袂到，安尼有够清楚啦哦！咱只是无闲走会到时安尼，死者有代志句话，你是无听过哦。讲袂通就是讲袂通啦，袂合啦，你另请高明。我无去。阮嘛是看你大汉的时段的，你竟然连伊的心愿都无愿意尊重，王文庆。 我真正想袂到你是这款人。